出发了，来来来，我要来了，好好天气啊！今天做什么呀？游独木舟，今天去海下，我们去浮潜和看这个叫做珊瑚。我們今天選了這間叫做雲海法記士多，book 位啊 book 咗啊，好啦，又到咗最繁忙的時間，現在又要開始執嘢，準備鎖嘢去落架，跟住就上船啦。好似冇乜分別。好啦，而家開始揀舊式衣啦。睇今天的環境，呢度海下就係咁嘅。靓啦！今日天气都好好啊。嗱，上次喺嗰个边度啊？系唔啱着嘅，今次 OK 喎。上次我哋嗰次喺边啊？六蛋岛咯，但我唔会扣啦。出发啦，准备。好，攞奖时间。出发。好，到了呢个浮潜区第一个，啲水系清咗好多噶啦，因为真系浅水。咁我哋而家揾位去泊船，落去玩一下浮下潜先。好清啊！浮潜区到咗第一个，团友准备落船啦，而家好狼狈啊吓！系，跟住嗰边咧，好多船涌紧嚟啊！你睇下嗰边，哇，好恐怖！后面我后边睇下，所以快啲早啲泊船啦，要后面好多船嚟紧啦。好，我哋多谢搞手带咗啲壳落嚟，可以拍掌，掌声鼓励，好开心啊！好，但系唔系广告嚟噶。浮潛之後咧，我諗我只腳已經損曬，因為咧依個珊瑚區係真係好多珊瑚，咁真係好堅嘅珊瑚。跟住啲朋友已經要上咗水，佢話依個朋友懷疑咧俾海膽吉親我，跟住咧擠緊嘢咯，真係要著長褲咯，我發覺係嘛？冇事喎，但係點解好似好痛咁啊只腳？唔係原來吉完咧冇出血，好彩，可能喺海水嗰度已經。对啊，冇事喎，冇血喎，冇血喎。好啦，头先讲过上一段片，我都话好痛好痛，我觉得以为自己好多血洞啦，冇啦，但系其实而家睇睇上到水之后，啲血鲜度咧真系小心啲啊，大家。你睇下两边都有啦，所以咧各位朋友仔嚟到海下呢度咧，着长裤，厚少少嘅游水长裤。啊，我长裤都唔够。食完嘢之后去了另一个湾，即系只系地图边一度，咁就喺头先我哋食嘢嗰度向左手边再兜一个弯，就宁静啲嘅呢度，真系好静。好耐冇试过，系咪好耐？其实第二次嚟嘅，即系可以咁少艇嘅地方，真系好静，好靓呢度。
你睇到啲海膽大粒到，好大粒海膽。好啦，嚟到呢度之后咧，哇，啲海膽大粒到咁样噶，海参都好多条，我哋唔好踩到佢哋啊！我惊佢会嗌，佢话哎呀。咁跟住就好多好多海膽，同埋呢度系应该系网美图嘅不得了 ，IG 圣地。好，而家睇睇入面啲海膽。咁话说，大家嚟到呢个位影相小心啲啊！呢度咧望尾图啊，跟住咧小心上嗰度石头嗰啲蚝壳咧会吉亲手，所以为咗影靓相就大家要小心啲啦。好，大家其实我哋而家两点零钟，咁我咁嗱声又影埋个望尾呢度咧就走啦。佢哋呢度就系呢啲，佢哋系最后一批人啦。咁跟住我哋呢批啦，咁之后就完噶啦，真系要走。如果唔系听讲唔知，咁影埋呢个望尾位。讲翻少少感受啦，哇！喂啊，唔好啦，我唔想跌水啊！嗱，话说喂，唔玩啦，我真系玩我就先。嗱，鹿蛋岛真系辛苦啲，哇！呢度真系海下真系好舒服，好 hea， 好多地方嗰啲可以咩休息啊嗰啲咯。但系我哋 set 紧去左边喎。所以是舒服的呢边海峡，不过真的要做长裤啦。我都觉得呢边舒服。系啊，觉得系咪舒服好多啊？舒服嘅，不停有一停，同埋有啲上落。同埋我最有感受。小人因为星期五啫，可能。我最有感受系因为我对上一次参咗去盐田子。系啊。啊，盐田子呢个朋友嗰啲盐田子都好恐怖嚟啊！哇，窗口喎，可以 do it 我到时。诶，风平浪。我真系觉得我适宜，因为老人家系适宜呢啲路线嘅，真系。咁我哋。你哋 OK 嘅，你哋，同埋我哋啲腳係損曬嘅，都會有少少。好啦，影下啲腳。唔係，所以我覺得要提醒你嗰啲真係要著，真係要著長褲啦，係啦。你要著長褲，好，同埋要再穩固啲嘅鞋。好，下次去第二啲路線啦，有啲咩路線啊？可以記得撳下 S 個啷啷啊。試啊，係啊，記住撳埋個啷啷啊。兩粒啷啷。好。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，跟住点啊？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。我哋朝住阳光出发。哇，可乐！喺度影你打圈咯，你觉得好唔稳阵咩？好唔稳阵咩？我觉得而家你 OK 喎。我今日第二次嚟嘅，咁話説著咗長褲噶啦，上次講過話唔好著短褲啦，因為啲踭會介到黐咗先。今次第二樣嘢，頭先遊到一個位，一踩一樣嘢之後咧，好似有嘢吉到你咁，一吉完麻痹即刻。咁而家上翻岸睇，原來好彩係冇傷口嘅，冇傷口啦，完全。我開頭以為係嗰啲海刺啊，上次咪影咗嗰啲一個海膽咁，跟住。跟住咧，而家發現咧，黐到好多白色一絲絲咧，唔知咩嚟嘅咧。如果網友知道嘅話，不如去留言俾我，係嘛？叫人咧，我係咁樣嘛，你哋留言俾我啦，睇下呢啲咩嚟嘅。哇，係痹到咧，係麻痹，即刻喐唔到啊！個人，好研究一下先。